lost a hero. You feel like inside your heart,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 of what you are. There's an answer if you reach into your soul and the sorrow that you know will melt away.歌手能够最专业，就是不管遇到任何状况，都还是可以把表演很完整做完。对，我觉得这是我期许我自己要做到的事情。我觉得我的人没有变，可是我觉得我最不一样的是，因为我的兴趣现在成为了我的工作，然后我觉得让我人生就仿佛变彩色一样，因为就是以前真的没有想过，就是可以得到就这么多关注。以前是黑白的吗？嗯，就是可能是就是彩度现在更高一点了，这样解析度比较好。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唱歌这件事对我来说太重要，然后我觉得可以在这么多人面前表现，然后我觉得也因此激励我，就更加努力练习我的歌艺各方面的才艺，然后也让我就是更充实自己，然后就是让我就是。现在真的是每一天都很开心，对。然后你的歌声会让大家觉得心里很舒服，谢谢，这是我最大的收获。然后也有机会到了很多地方，然后跟各个地方的人见面，然后有看过很多舞台，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真的是一辈子的宝藏，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来，就是只要你有一点点的想要，你有想要这件事情，那嘛就是这边有一个非常棒的 big stage， 然后欢迎你来挑战。Cast your fears aside, and you know you can survive. So when you feel like all is gone, look inside you and be strong. And you finally see the truth. Now the hero lies in you. Wow, 今天我们一定会非常成功的。八位的加持哦。